是由宗泽，我的全新歌曲就在现在要听到了。等一下呢，是一首歌叫做《梦想冲刺》，是一首旋律轻快，但是有一点难过的歌词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片尾记得不要忘记投票哦。It's you.晚上我打开了一盏灯，明亮的光线和渺茫的未来做对比，而我们在发问组队伍原因疯狂 K 书，无意间在角落中发现了那张纸条，而是梦想顿时都浮现在我脑海中，是不是该回头想想，为了梦想冲刺，为了梦想冲刺，而是天真的小小想法，现在看来有大大意义，为了飞翔，为了梦想冲刺，我放下烦恼往前冲，往前冲，自己有无限潜力往前冲刺。你的钟声响起，我们又分散各地，有的阅读小说，打着篮球和在街里住着，如今钟声再度响起，我们又要分散各地，但这次我们离开的是这一个校园，我们共同写下的传奇故事还没结束，我等着你实现伟大梦想，为了梦想飞翔，为了梦想冲刺，我们离开了学校，不代表结束了我们的路途，勇敢冲刺，为了梦想冲刺，我放下难过往前冲，往前冲，相信自己可以的往前冲刺。打开了一盏灯，明亮的光线和渺茫的未来做对比，而我在杂乱书堆无原因疯狂 K 书，无意间在角落中发现了那张纸条。
种子。而时间真的消失，像发现的可爱，有大大意义，为了飞翔，为了梦想种子。哦，放下烦恼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相信自己可以的，往前种子。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。然后呢，我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都会的晚上6:30都会有全新的歌曲发布哦，请大家准时的关注。另外，赶快点右上角投票，下一次要做什么样子类型的歌曲哦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